边是做这种反车袖，所以呢它呢看起来手臂有特别的极细的感觉。然后呢弹性度真的不用讲了，这是我们连小孕妈咪我们都很推荐的。Mirror身上的是花杏色配绿色的字，那这个颜色建议大家里面穿浅色的内着卡其配蓝，蛮美式休闲的感觉。长度的话对我来说，哇，我最喜欢这种衣服了，好方便哦，可以遮肚子，屁股也遮了，肉也遮了，肚子也遮了。然后呢口袋也超经典的哦，棉质的洋装做了口袋，却不会让你左右发胖。然后胸围的话，大小的话，肚围 S 号 M 号 L 号 XL 应该都可以穿。再来这一侧料子很特别，外面摸起来有一点小小磨毛的感觉，但是是夏天的料子，各位请放心哦，它不会很像那种男友大 T 好像很 man 然后很宽的那一种 T 恤，不是哦，它是女生女孩版的，非常修身显瘦大件藏肉的 T 恤，长搭长。以前啊比较少出现，会怕比例不好，但是长搭长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黑色的话弹性也都非常的好，然后两边都有做口袋，然后整个就是瘦瘦的。